醒股无双，一个以轻松游戏术语带出严谨投资态度，以不同心法为你判断何时是拆武器定装备的一小时财经节目。主持人醒常现身说法，为你部署入市时机，深入浅出答问题，包你有数。Hello， 大家好，時間過得很快，就跟阿 Sarah 一路傾傾下，其實都時間都就嚟到呢個答問題呢個環節啦。不如咧就即時同大家嘅答下問題咯噃。阿 Sarah 咧就 JYG 就問咧，小米早排咧就冇北水買都跌唔落，咁加下咧就有北水買，係咪即係冇得輸咧？其實呢，首先你分析它入了這麼多的成分股裡面呢，它原則上都沒得輸的了，已經是因為基金經理必然要買嘛，所以就是其實17元招股的話呢，現在才21元呢，其實我覺得就本來上限是22元，已經上到去22了，今天 上到上限是22了，但是還有個空間的，因為始終你都有一個地方，就是你真的這麼多的成分股都將小米納入了的話呢，你基金經理是要個百分比一定要佔有的，根本就係、是、所以變咗喺呢個情況底下，就係、是、暫時咁冇得輸咯。即係去到咩水平之後先有機會得輸，或者暫時唔敢講住。起碼喺而家呢一刻呢、這個價位嚟講，我咧就冇得輸咯。但係好似佢早排就冇話俾佢哋北水買到啊！琴日突然間就今日定琴日啊？啊，港交所哋趙家話啊嘛，我哋會好努力同上面傾啊。咁今日就 officially 知道咯，得咗咯喎。我睇到新聞講話有。咁變咗，如果係咁樣，其實。是不是那些入了先入的那些就是好運，還是會不會有春光鴨呢？不是的，其實大家之前都說在這裡博緊的，就是那些地方就說是內地講到明說不給即內地投資者 through 這個港股通去買這個同股不同權的股票的時候呢，其實覺得就說遲早都是給買的，爭在是幾時的啫。所以變了呢又不可以說春光鴨的，而是大家都博它，就是大家就覺得就如果能夠買得到的話呢，那這個股價就會升多一點，買不到的話都不要緊，那麼多成分股入了的話呢，其實基金經理都要買的，即是我都是沒得輸的，只不過賺多賺少而已。所以就說之前即在16元、17元、18元地方買的人的時候呢，只不過就是我去博它接下來就說是那個前景亮麗的意思。現在呢我們看到的圖呢就22.2最高今天、收回呢都是一個錘頭、但是呢其實整由開始到現在都是一個上升軌，很清楚的了、曾經出現過即係有陰燭啊，甚至乎咧今日有個所謂錘頭或者無比形態咧，都唔代表咧佢係到頂。但係講來講去，大家都知道估值高，但係由於成分股嗰個照買，咁問題就唔知道嗰個所謂臨界點去到邊度啦，因為日日都係估值高噶啦，係啊冇錯。咁但係你唔能夠因為估值高唔買，因為第一日係咁都係估值高啊，你唔買咪錯過咗咯。係啊冇錯。咁同埋而家有個情況就係話。早排我哋上個禮拜同啲聽眾都觀眾都講過嘅，就係話有人傳話呢個騰訊資金去買咗佢，咁而家其實真係喎個成交好大喎，騰訊就相對少咗，咁唔到你唔承認依樣嘢嚇，係啊冇錯，所以呢方面都係一個即係有真金白銀啊。有能量去支持佢嘅升，同埋大家會將小米同埋騰訊去比較咯，即係雖然佢哋兩個唔係一個好相同嘅嘢，但係類似地方就話係騰訊當日大家買的時候咧。即係好多人咧，就係唔夠膽買嘅時候，即係應該咁樣就係喺200多元嘅時候已經唔夠膽買，或300多元嘅時候唔敢買嘅時候咧，升咗上400多元啦。個原因地方點解唔敢買 ？P 高嘛，即係覺得就哇 P 咁高嘅話，係咪等佢回翻啲先咧？好似好唔值喎。即係有啲哇，內地啲投資者係咪傻㗎 ？P 咁高先都買嘅，香港啲股票講緊得10-20% 嘅 P 嘅啫嘛，10-20倍嘅 P 嘅啫嘛，根本就係、是、咁，所以。大家都諗啦，小米而家嘅個前景，你睇翻佢所有嘢嘅時候咧，其實佢條路又冇錯過，即係佢賣去印度啊，嗰、那個嘅所有嘅部署其實係正確嘅喎。唯一你唔買佢嘅原因地方就係佢 P 高啫嘛。咁如果你用 P 高嚟講嘅話，騰訊當日都係㗎，咁咪升到 B 吧。同埋佢都有去 IOT 啊、物流嗰啲概念係冇人知道個潛力去到邊㗎嘛。係啊，咁所以變咗地方就咪大家會覺得地方就話攞翻騰訊呢個嘅 sample 嘅話，咪不如就轉移去買。小米咯，因為小米叫做啱上市，你起碼叫做係低位先啦。當然
如果有一日跌穿咗十蚊嘅話，咁當然廿一二蚊唔係低位啦。但係如果你用而家嚟去睇嘅話咧，你會覺得十六個幾銀錢係一個低位嚟噶嘛？咁你而家講緊只不過升咗幾蚊啫嘛。個個都等緊佢跌啊，但係暫時都睇唔到佢跌，因為全部都係個底部咧不斷上移嘅。咁而家頂部都係今日又創新高位啦。咁所以大家都知所進退就係睺低入啦。就希望。即係問題咩低咧，都係我哋隨住做節目一路希望都可以揾到出嚟嘅。咁啊，就今日有隻維他奶都升嘅，有人問點睇或者話維他奶，你有冇跟啊？呢個維他奶呢個維他奶點解會升係嘛？即係佢破錯五十二週新高啊！係個圖好啊，維他奶係三四五嘅，今日升咗，逆市升咗2.几%啦。同埋佢創緊新高，就冇蟹貨啦。哈哈。咁其實就喺內地就做得唔錯㗎喎，維他奶。香港都唔差㗎。嚇、啊，香港一定啦，但係即係人口少啊嘛，香港。係冇錯。但係佢個消費強啊嘛。係啊。咁佢行即係當為一個香港名牌咁去買嘅，即係有人去睇嗰啲超級市場，好多都即係真係喺消費都有一。即係會走去掃下維他奶嘅超級市場。咁其實始終維他奶佢就真係就有好多產品啦，唔係淨係維他奶一隻啦。第一，第二地方咧就話係佢嘅做法其實你喺香港嚟講話咧，佢絕對係一個名牌子啦。第二地方咧就話係佢個佢唔淨止淨係供應呢一個嘅飲品產水咁簡單，其實香港地大部分嘅小學。中學都係，中學應該初中嗰啲啦，亦都係地方就話係佢會幫你供應埋飯盒啊、嘢飲啊，一成個餐咁樣俾啲學生嘅根本就係、是，咁變咗就佢呢個另一個嘅服務嚟噶嘛，咁變咗又會覺得係即係點講啦？就即係變咗個你唔可以再簡單地方就係、是、啊，我用康師傅就係、是、哦，佢淨係出一個飲品出嚟咁簡單。原則上就話係佢有好多嘅服務係存在住，咁你如果佢將呢樣嘢推入去國內嘅話咧，咁你諗下幾犀利？我哋係咪應該植入廣告都應？收翻維他咧，係冇錯，我覺得係應該收翻維他嘅講嘅。所以以用家 Stella 講係應該完全咧係值得。咁呢個股票嚟講，你覺得追啊定係後低吸咧？如果睇你嗰個圖形嘅話咧，佢應該就有機會係要回一回先嘅喎、因為佢哋連續兩個禮拜咧都升咗好多嘅，就係、是。係啊，連續咁一路升上去嘅呢排，即係個逆市咁樣升啊！即係而家似乎有咁嘅趨勢咧，強勢股就跟住多人買，就弱勢股掂都唔掂啦。係啊，因為唔知道調整咗幾耐。係啊，但如果你話連喺現水平呢個價位嘅話咧，我就唔夠膽追咯。我會覺得就等佢回吐先。當然佢未必回啊，咁但係因為呢個水平我係唔夠膽追咯，只可以講係。明白。咁啊，不如睇下夠唔夠膽追就836啦。話啦，華潤電力，潤電今日咧就裂口高開嘅，都係咧逆市企穩嘅。咁就變咗咧，其實都喺呢個公用股裏邊咧，屬於藍籌嚇。係啊，咁啊變咗咧喺依方面又點睇咧？個你睇下呢度有個圖啦。係啊，嗱，其實但係因為其實潤電咧，佢喺呢一個如果用月線圖嚟睇，即係比較中長線少少睇嘅話咧，其實佢喺15蚊嗰度咧有個非常之大嘅阻力位嘅喎。係。咁我覺得同埋就話佢上兩個月，即係講緊而家係七月份，即係六月同埋五月咧，做咗一個轉勢信號，即係由升變跌嘅。係。所以變咗就話咧，除非佢能夠突破咗16.5嘅啫，否則嘅話咧，根本成個即係而家成個形態個頸線都喺度頂住嘅。係啊，因為我睇月線圖就話佢上去六月同埋五月份嘅時候咧，係做咗個穿頭破腳嘅信號。冇錯。咁變咗就係要向下嘅。咁但今個月就後抽嚇。今個月後抽第一，而家今個月只不過七月中啫，你係未知道究竟今個月係咪收陰足啊，定係陽足嘅？冇錯。第二地方咧就話係，如果以呢個嘅即係上去同埋前個月嗰個嘅穿頭破腳嘅信號嚟睇嘅話咧，今個月嘅高位咧可以係四月份嘅高位。咁變咗而家都未到，係啦，咁即係話同埋喺月線圖出現一即係所謂穿頭破腳，可靠性係大過日線嘅。同埋佢個跌幅咧，唔係講跌一個月，即係唔係講跌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係講跌幾個月噶嘛，係。咁所以變咗就係咧，就係佢仲可以升得少少，咁但係係應該以等佢高位去沽貨，而唔係去揸貨咯。
即係盡量有貨就減持嗰只啦。係啊，冇錯啊。係 OK， 咁啊繼續咯，我哋問答問題就係 Kelly Chan 又問人仔仲有冇得跌？有啊。咁啊睇幾多？即係睇七算啊？睇翻六個九毫幾嗰個嘅水平啦，即係講緊係呢個舊年應該係好似係應該係舊年嘅時候嗰個嘅低位咯。嗯。咁你要即係要真係嗰個低位係守得住，其實守得住機會都好大嘅，我覺得係。即係會做咗雙底啦，到時。係啦，冇錯啦，咁先至會係回升翻。當然回升啦，定係反彈啦，定係企喺嗰水平度橫行一段時間啦，未知道嘅。不過我覺得就話第一，我哋認為特朗普就會喺今年嘅十一月中期選舉完之後時候咧就冇咁癲啦，會係即係會正常翻啦嚇。咁第二地方咧就話係咁，如果當正常翻嘅話咧，原則上人民幣就應該會回升翻嘅，只不過就話未必會升翻去之前即係咁強咁解啫。換言之，呢個人民幣回落咧係即係中國談判一個籌碼嚟㗎啦。係啊，冇錯啊。係嗱，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個市咧就會繼續跌嘅喎。理論上。但是呢調返轉人民幣下跌呢就可以幫到中國的資金入嚟買港股㗎嘛，因為佢可以頂住唔使跌㗎嘛。咁呢方面又點睇呢？即北水嚟香港買都試過啦，我哋2016嗰時見過啦。咁未變咗某程度上佢哋又會支持緊港股，就算 A 股跌佢都會走嚟買㗎。咁但係有乜原因佢要嚟買呢？因為人民幣唔會再跌，唔係即港紙唔會跌㗎嘛，理論上。換咗做港紙，你可以咁講嘅，咁但係問題係，如果當人民幣跌到呢個水平嘅話，係咪你應該要搏佢反彈呢？即係你去當係啦，即係當你去到挨住六個，譬如六個，而家已經六個七啦，已經係咁，譬如六個八、六個九，當六個九係真係頂得住嘅話，咁你而家現水平嘅話，係咪 suppose 就話係冇理由即係轉港幣？即係可能驚佢即係。浪低於浪佢先會轉嘅。如果係諗住反彈，即係其實係好。即係好取決於咧點樣睇個人民幣後市嘅，明白曬。冇錯。好，咁啊鬱清風，2333追唔追得過？長城汽車，哇月線圖好差嘅喎，其實今日嚟講啊，可能佢日線就升嘅啫。其實汽車股呢排咧都好個別發展嘅。今天升了15%，所以他問即會不會就是不知道他有沒有揸定有貨，就是在這些位置是否應該減磅還是扣貨呢？但我覺得就話佢有機會咧，短期係見咗底嘅，因為佢都跌到落去2016年嘅時候嗰啲咪低位啦，已經係咁。只不過咧就話係。夠同埋都值得反，即係有機會反彈咯。我只可以講，如果你係冇貨嘅話咧，而家都值得係去買，但係短線嘅，因為咧其實成個形態上面咧，即係譬如啲趨勢線啦，各方面咧係未講到佢係轉勢回升，只不過就係咧喺陰陽足上面嘅時候咧，佢係有機會咧係真係一個啱啱嘅轉角市，啱啱嘅轉角市。咁但因為你需要轉角市嘅時候咧，你唔係即刻知道噶嘛。咁我陰陽足係咁，但係我都要個條件地方就係佢嚟緊下一個禮拜唔好跌穿今個禮拜嘅低位啊，諸如此類一紮嘅條件喺度嘅。咁所以就可能就話係可以而家搏嘅，因為如果你而家搏到嘅話咧，咁真係攞個最低嘅市運，攞到個最低嘅位去買貨㗎，已經係。咁但係我會建議地方就話係暫時做住短線先啦。即係譬如而家買到低位嘅時候，你可以就係有部分咧，我就短線平倉嘅，譬如。上到去呢一個嘅大概6蚊地方，6.2人次嘅地方時候咧，就平一平倉先，留翻一啲咧就睇長博，佢真係已經見咗底咯，可以係。如果佢呢個圖咧圓頂嚟嘅喎，咁啊跟住跌穿頸線，咁啊差唔多到咗個量度跌幅咁滯噶啦，咁所以其實喺呢方面有得博。跟住我哋都問下3800，有人問係咪派貨啊？定係因為佢來回上落都係嗰幾格啊？佢話3800。其實就保利協音嗰個太陽能方面嗰啲，就好似歐盟又出嚟講搞一啲所謂傾銷嗰啲對太陽能嗰啲，驚唔驚佢又罰錢啊？會唔會？所以咧就拖累緊整體個前景咧，成個太陽能板塊。其實太陽能板塊咧，我就真係唔好建議買啊。
嗱，第一就話係佢咁樣橫行法咧，就絕對唔係派貨啦，因為佢都唔係高位，佢喺個低位度，根本就係咁。同埋就話係究竟佢係低處未算低啊，定係喺都低位度搜即係搜集嘅話，即係喺度集結住呢啲價位嘅時候咧，之後會爆升咧，就未見到住嘅，即係都需要多一段時間先至決定到，就話佢而家係咪喺低位度橫行啊？係係咪喺度橫行緊嘅時候咧，就係爆升，因為講緊九日其實咧，前日線圖咧個準確性咧唔係咁高，咁我覺得就話係你用翻啲周線圖或者月線圖實咧，個準確性會高啲。咁當然咧，你話我炒短嘅，你用翻每日個 range 去炒嘅話，炒得到嘅話，咁咪睇日線圖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唔係用個投資角度去睇嘅，我想即係買一隻實咧賺得多啲嘅話咧，咁你就用翻一個周線圖或者月線圖去睇咯。咁如果你話用呢兩幅圖睇實咧，暫時未夠膽講佢係已經見底回升。只不過仲要需多要多啲少時間時候咧，先至確認到。咁但係因為其實始終太陽能咧，佢成日都係喺度陰啲跌陰啲跌嘅話咧，我覺得我唔會選擇去買呢啲咯。嗯，因為你咁多隻，點解唔買睇啲板塊咧？咁樣佢最慘係可能坐咗艇啊，所以希望換馬咧都要即係全身而退，或者遲少少走咧都要 hold 住機會啊。都要嗱，如果你係換，如果係已經坐艇嘅話咧，相信都坐咗好耐，因為好明顯地是一級級咁跌落嚟喎，根本就完全都未俾你翻咗身喎，根本就係嗱咁啊，亦都咧講到呢度都要睇翻歐洲方面咧，就德國咧就期貨咧就繼續咧股指期貨嚇都係有上升嘅，升0.69% 啦。英國方面都係升嘅，咁啊法國、西班牙全部都升，咁但係咧就見到 Nasdaq 咧都係。即係牛皮嗰只啦，咁整體嚟講，夜期都係反映緊咧升20多點嘅。咁啊，但係我哋都正話都講過啦，因為個市方面咧係即係我就用神台吉啦，陰陰乾，即係咧陰下陰下，佢彈咗又陰落，咁其實好沮喪嘅，因為呢啲咧綁住你資金，咁啊最驚咧熊市出現嘅時候係綁住基金噶嘛，係綁住啲資金啊，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即係知所進退啦。咁我哋方面咧個節目都係嚟到呢度刻咧都啱啱好時間啦，咁同大家講聲拜拜，下個星期同大家再傾過啦，多謝 Stella， 馬氣，拜拜。